中华武术植根于华夏大地，中国子午门功夫亦称梁山功夫，是我国民间武术四大流派之一。北宋末年，以宋江为首的36名梁山好汉，从天涯海角啸聚水泊梁山，他们战前练功，战后休整，经常到梁山北部的六宫山建佛寺。 经该寺方丈圆通和鲁智深、武松、燕青、石阡、林冲等好汉相互切磋、反复演习，才形成了子午门功夫之雏形。子午门功夫的命名由来已久，一是好汉们在每天的子午两个时辰练习此功，二是此功练先天之躯补后天之精华。 练后天之精华补先天之不足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先天为阴，后天为阳，阴为子，阳为午。功夫练到一定程度后，练功时身上就会出现一股热流和一股冷流，热流被称为火候，冷流被称为精华之泉，冷为阴，阴为子，火属阳，阳为午。功夫如能练到这种地步， 也就达到了人们所说的出神入化、炉火纯青的境界。武林界形容此功厉害时，把子定为生，武定为死，寓意出拳抬腿可决定对方的生和死，故名子午门功夫。子午门发源于北宋末年六宫山建佛寺，创建于宣和3年。宣和2年， 方腊造反，江浙震动，石山东运城人士宋江在山东冀州起事，占据水泊梁山，威震朝野。被招安后，奉诏破大辽，赴江浙剿方腊。攻城之后，逐官加封，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、吴愿为官，均在杭州六合寺出家。宣和3年，宋高宗苟且偷安，寄居临安。 迫于各方压力，虽决定收复燕山等地，但宋军所到之处均被金人击溃。此时金人猖獗，朝廷腐败，盗贼四起，民不聊生。身居杭州六合寺的行者武松，眼看着国家社稷顷刻破碎，黎民百姓灾难深重，于是他秘密潜回六宫山建佛寺。 可时年已80有余的圆通禅师创立了旨在抗击外族侵略、锄奸除恶、为民伸张正义的武林门派子午门，由此演绎了一场绵延不绝、可歌可泣、长达800余年的人间故事。时圆通年高，智深作画，武松为第一代掌门人，故子午门至今也尊圆通法师 当今21世掌门人宋义祥大师走遍大江南北，吸取众家之长，继承发扬了子午门功夫。他善用腿功，被武林中人称为“神腿大侠”。他打破陈规，于1989年回故乡梁山，创办了水泊梁山精武学校，并任该校校长。在梁山县体委的支持下，1991年成立了中国梁山子午门功夫研究会， 任该会总教练。他还在百忙之中为少林与太极、气功、气功报、武当、拳击与格斗、武魂等武术报刊撰写论文100余篇，先后被聘为气功报顾问、中国实战功夫促进会顾问、少林武术馆顾问等。
此前为子午门36杀手宫之一，是水浒好汉呼延灼所创，因其为36天征星之一，故名子午天威拳。该拳刚柔相济，手脚并用，内外兼修，雄猛霸道，往往一招半式即可置人于死地。身体站立，两手画弧下按。左手格挡前击，左脚上步，右拳前击，右手下按。右脚前蹬，右脚下落，
右拳前击，身体左转，左拳前击，左脚上步，右拳前击。身体后转，右手向后擒砸，左手下劈，身体下蹲。右手绕弧上格，左腿前蹬，右腿斜击，右脚落地，左右拳前击。Thank you.
左脚上步，两手交叉，左腿连续侧蹬，右腿斜击，转身左手画弧，右拳前击。身体上起，两手交叉，左手前击，左腿前蹬，右腿连续前蹬，左脚侧蹬，身体下落，右拳前击。
身体上起，右腿前蹬，右脚落地，双掌前推。双掌下按，右腿前蹬，双掌绕弧前击，身体下蹲，左手前击。左腿后蹬，左手画弧，左腿落地，右拳前击。右腿前蹬，两掌头顶画弧转身，左腿侧蹬，左腿落地，右拳前击。Thank you.
右腿前蹬，右拳前击，左脚上步，左拳前击，左右拳同时变掌旋转。两手交叉，左腿前蹬，右腿斜击后落，两掌抱于胸前。左腿侧蹬，右腿前蹬，左腿绕弧前击，右腿侧蹬，身体后撤，右腿后落。Thank you.
右手画弧前击，右腿前蹬落地，左腿前蹬落地，右腿斜击。右腿落地，左手画弧前击，收回，右拳前击。身体上起，两手前插，身体后撤，两手画弧下按。